kita dalam Breakout at Dedek TV bersama dengan saya, Afiq Syazwan. Macam saya janjikan, kita nak bersama dengan guru bahasa Cina iaitu Cikgu Yap. Apa khabar Cikgu? Cintian Han Hao. Okey. Jadi sebenarnya Cikgu, macam kita tahu juga sebenarnya penguasaan bahasa Cina ni sebenarnya adalah aset juga. Sebab kalau kita nak gunakan di masa akan datang juga, agak bagus. Jadi macam saya ni agak kurang nasib baiklah sebab saya tak belajar bahasa Cina. Jadi Cikgu, macam yang saya nampak ada juga kawan-kawan saya yang pelajar berbangsa Melayu tetapi ambil kertas bahasa Cina dan cermelang. Jadi apa pendapat Cikgu? Macam mana Cikgu nak menggunakan teknik pengajaran Cikgu untuk pemahaman dalam subjek bahasa Cina ni? Yang penting, intention sangat penting. Dan kamu kena kuat belajar, kuat menulis dan kuat tanya. Ini tiga teknik yang sangat penting. Jadi sebenarnya adakah kalau macam kita dah bagus dari segi pertuturan, jadi dari segi penulisan juga tak ada masalah? Tak. Penulisan amat susah kerana dia terlibat dengan bahasa klasik. Mungkin pelajar yang bukan Cina, dia susah nak faham bahasa klasik itu. Okey, jadi macam yang kita tahu sebenarnya subjek bahasa Cina ini dalam SPM ada kertas 1 dan juga kertas 2. Yeah. Betul? Jadi sekarang ni adalah waktu untuk Afiq bagi peluang untuk Cikgu Yap bagi keterangan dengan lebih lanjut kepada anda semua sepenuhnya selepas ini. Boleh Cikgu? Okay, thank you. Boleh. Jom. 同学们好。 那今天我要跟大家谈谈写作常犯上的一个错误。那同学们在考试时常选择记叙文 ，OK， 然后用一种写作方式，那个方式叫做只讲一个故事。那这种题目呢，这种写作方法适合用在以下的题目。那比如说送别、重逢、我最快乐的那一段时光、那一刻我流泪了。那今天我就以其中一个题目为例子来谈谈。 那在开始前，我要跟同学们讲，如果你选择写记叙文，那无论是什么题目，无论是怎样的一个写作方式，你必须确定两件事情。第一个是主线，第二个是主旨。比如说像送别一样的一个题目，那我就告诉我自己要写的就是一个关于送别的伤心故事。那我就开始了嘛，同学们就注意看吧。 那比如说是送别，那很多同学们呢就久久不能进入主题。那怎样说呢？比如说明明是送别，他第一段就写介绍这个好朋友，比如说我的朋友叫吴康，然后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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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写下去。那第二段呢，他就开始写这个朋友患病的经过。第三个呢？ 他就开始写 OK 这个朋友家人的怎样照顾他。然后我想问，这样这个写法跟主题 有关系吗？跟送别这个题目有瓜葛吗？然后第四段，他甚至在写，他的朋友病情在医院治疗不好，然后家人照顾他的时候也不能帮助他，所以病情恶化了。同学们，我再问一次，这样的一个写法跟题目送别有关系吗？ 那其实真的没有关系的，比如说这个没关系，OK，这个没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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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到第五段了，他还说，那我因为朋友要走了，我就用一段来写怎样买礼物给他，很可惜这个跟题目也没有关系。到了第六段，他终于气到机场了，终于有关系了，到了第七段，他终于上飞机了，终于跟送别有关系了。 但是这种写法是相当危险的。那我说这种方法是相当危险的，因为七段里面你只有这两段切题，那整个分数是78分，你只有1/2切题，那最多分数只能拿到20分，这个是相当令人痛心的一件事。那么应该怎样改呢？我们就看看吧。 那我就改一改，你看我怎样写。那第一段你可能看不到，我就读出来。那我就一开始就进入这一个送别的场地，机场里人山人海，我眼中只有一个你。这个跟送别有关系吗？当然有，因为地点已经发生在送别的地点。OK， 第二个 ，OK， 我就把那个主角把他送来机场，然后我就告诉你 ，OK， 顺便用插叙手法告诉你，那这个主角患病的经过，但是我只能用回忆来写。第三个，我把主角的母亲送来这个机场，一定要把它放在机场哦，因为这个是送别的地点。OK， 然后我交代一个母亲送别孩子的心情。第四段，我把主角的老祖母也送来机场，一定要送来机场了。
因为这样你才不会离题，然后我就告诉你一个老祖母送别的心情。然后第五段，我把朋友们也送来了，送来机场里面。 OK， 因为这个跟送别有关系吗？如果你真的是要交代你要买什么礼物给他，麻烦你在这一段就告诉他。 OK， 我曾经为了这个送别的时候买礼物给他，但是地点还是在送别，还是在机场，这样你就不会离题。那么第六段当然是切题，第七段当然是切题，那么你看最后每一段都切题了，那这样你的分数就保险了。所以我跟同学们讲，你写作第一个法则就不让自己离题。 OK， 怎样不让自己离题呢？你一开始就要进入故事，请不要长篇大论。第二个，你一定要先安排人物进入故事的现场跟时间，那么你就不会长篇大论写那个开头无关的开头。如果你真的是要交代关于一些事情的来源，麻烦你用插叙手法。OK， 插叙手法，这个是我要提醒大家的。OK， 那同学们可能还不明白，我就重复一次吧。比如说我的文章一开始我就把地点发生在机场，所以我一开始就进入故事。那第二个，我就把主角放在机场里面，这个是离别的地点啊。然后如果我真的要交代他生病的缘由，那我用插叙手法来交代。那后来我又把母亲放在机场，我又把老祖母也放在机场。如果我真的要交代他生病的时候家人是怎样照顾他，我也是用插叙手法啊。然后第五段，我安排朋友们来送别，也是在机场送别啊。那么如果我要交代我送他一个很特别的礼物，我就用回忆或是用插叙手法来交代。那这样每一段我发生的地点发生的时间都在机场，这是跟送别有直接的关系。那我这样的改变有什么改变呢？那刚才我们是七段里面只有两段切题，这样我改一改之后每一段就切题了。 OK， 然后如果我真的要交代事情的缘由的话，我就用插叙手法。但是我要强调，插叙不能比正题多，因为正题是送别，你一定要很多篇幅都要写跟送别有关系的。 OK， 然后你会发现，那我做了一些铺陈。什么铺陈呢？那从第一段到七段我只发生在一个地点，那个就是机场。那从第一段到七段我也只允许它发生在一小段的时间，那一小段的时间呢就是机场送别的一小段时间。除此之外我安排很多配角扮演一些角色。那我刚跟同学们说，那如果你的写作不太行，你只能写主角跟你的话，可能你写不长啊，那怎么办？就安排配角吧。那配角扮演什么角色呢？我们再继续看一看吧。比如说在送别，我安排一个老祖母，那送别孙子的心情，他可能怕白头人送黑头人。那安排一个母亲，当孩子生病的时候他怎样送别这个母送这个孩子，他的心情跟阿妈是不一样的。然后我安排很多同伴跟他送别，他们送别的方法也不一样，但是同样的，这个很伤心，这个很伤心，这个很伤心，把三个不同年龄层的伤心加在一起，我们就会渲染伤感，然后你的作文就达标了。 OK， 所以我要重复一次，写作文最大的重点是你一定要检查，你做大纲的时候一定要检查，你第一段有切题吗？第二段有切题吗？第三段有切题吗？第四段有切题吗？第五段有切题吗？第七段有切题吗？如果真的切题的话，你的分数已经保险了。 okay， 谢谢大家。Ha, itulah dia tips dan juga panduan untuk menjawab kertas satu bahasa Cina. Ha, jadi sebenarnya itu bahagian karangan, tapi sebentar saja nanti kita akan sambung lagi pada jam 10.55 pagi. So stay tune, jangan pergi mana-mana sebab kita akan bersama dengan Cikgu Yap sekali lagi bagi penerangan dengan lebih lanjut. So stay tune, kita jumpa lagi selepas ini dalam Breakout at Didik TV.